成为自己。只用一分钟，我安静地坐下来，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演员，今天的舞台节目结束了，舞台的幕布落了下来，我看见我自己从舞台上走下来，我扮演过很多很多的角色，而且我充满了很多的期待，但现在是时候面对真正的自己，内在的自己。我的内心是安宁和静默的，这个安宁和静默充满了我的全身。